在《三国志战略版》这款游戏中，对于如何玩好张角这个武将，很多玩家非常迷茫。有的人抽到了张角，就直接为蜀公兑换了太平道法，更有甚者拿满红张角，无计可施。今天运气爆棚选手就给大家详细分析下张角这个武将，并从三个不同的配将思路推荐几个适合张角的阵容，给拥有张角而不会使用的玩家做个参考。相传道士虞姬传授给张角太平清领书，张角传承后学会施展妖术，相传能呼风唤雨驱雷测电，演化到游戏里就是自带战法五雷轰顶。战法五雷轰顶，准备一回合对敌军随机单体造成谋略伤害，并有 30% 的概率令其进入震慑状态，共触发五次，每次独立选择目标，同时若目标处于水攻或沙暴状态，还会增加震慑的概率。从描述来看，张角的战法伤害非常可观，如果配合上特技天攻，那么伤害还会更上一层楼，完全能够一个人就打出全队所需要的伤害。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张角速度太慢，而且自带战法需要一回合准备，因此这就告诉我们，想要玩好张角，那么就必须得拖回合，并且做到能让张角正常出手，让五雷轰顶的输出期望值最大。因此我们在给张角配队伍的时候，就必须能够做到高额的减伤效果。而想做到全程的减伤，只有一个战法能够做到，那就是藤甲兵。有人说，是不是应该在队伍中配置水攻或者沙暴战法，以配合张角的进行震慑？爆棚并不赞成这种思路，因为首先如果对战上兵刃队伍，那么只要做到兵刃减伤，就能够低损吃掉它了。而张角的智力初始和成长在法师中并不算非常优秀，面对高智力法师队就是会比较难打。一方面震慑容易被敌方草船跟刮骨疗毒解除，另一方面遇到靠指挥战法打伤害的司马懿等武将，震慑更是收益太低。因此想玩好张角，一定要抓准张角这个武将的位置，他最佳的定位就是携带藤甲兵，保持高减伤，以极低的战损吃掉兵刃队伍。面对高智力法师队，也要尽力做到优平，即使面对大火，也要在这局拿够战功。基于这个出发点，爆棚给大家推荐三个不同思路的张角队伍。一、张角兀突古群盾体系，战法如图所示。众所周知，藤甲兵这个战法的减伤效果很强，但最大的缺点就是惧怕火攻。虽然用兀突古携带能减少 50% 火攻伤害，但是遇到设计攻之类的队伍仍旧会很伤，所以这队同时使用了刮骨跟草船用来解控，并且使用暂避奇风降低兀突古受到的谋略伤害，全队均属于群雄阵营，享受属性加成效果。这队的战报表现非常亮眼，提供战报的706副神教国家仅13000的势力值，凭借这对张角群盾打进了贡献前100。这对除了同样满红的太尉和无枪会列平之外，并不怕白板的太尉无枪和小伙，打兵刃队伍的战损非常低，这也是这对能够在混战中多穿的保证。同时由于依靠主动战法打伤害，没有像太尉盾那么惧怕当风催绝，如果想提高对战太尉的能力，可以使用威谋替换风使阵。二、张角鲁肃核弹体系，如果觉得张角的属性不够高，又想打高智力法师队，那么不妨选择鲁肃搭配张角。这个体系的思路跟无枪思路很像，暂避奇风保护主将张角不被爆头，同时让主将张角携带援助甲，让第三回合鲁肃属性稳定给到张角，这时候的张角一发五雷轰顶的爆发就很可怕了。但是要注意，给完属性的鲁肃身板非常脆弱，建议最好能给鲁肃盾兵宝物，这样能平衡队伍血线，提高多穿续航能力。这支队伍的核心在于鲁肃，第二个副将的选择有很多，可以是刘备、曹操，甚至兀突谷，携带的战法都是藤甲草船或者刮骨。如果你是官渡之战的袁绍阵营，那么优先选择兀突谷，享受群雄阵营 70% 属性加成。但如果只是正常的 PK 剧本赛季，那么更推荐使用刘备或者曹操。三、法正张角三式体系，如果你觉得前面两队占用战法太多不好共存，那么不妨试试这支队伍。整体思路是通过三式阵提高主将法正战法发动率，以实现以逸待劳高额的减伤效果。第二个副将选择范围很广，推荐使用曹操或者郝昭，甚至程普、孙坚都可以，但一般副将坦度基本都比张角高，导致张角经常吃不到三式阵的增伤效果。所以这对同样推荐使用暂避加副将带援助甲的搭配，让张角最大程度的享受增伤效果。总的来说，张角三式体系的表现稍逊于前面两种，但仍然是不错的共存选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，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还请点赞、投币、收藏三连支持一下。视频中是我的个人二维码，爆棚设置了可以直接添加，兄弟们如果有任何问题
可以添加微信后直接发图或者链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